喜欢撩人还是被人撩？片场最喜欢撩谁，或者是最常被谁撩？我脑子中间第一个人应该是阿香吧，孙尚香，因为就是她经常在拍戏的时候，我们都坐在旁边休息嘛。她有两场戏就是从那种很高的那种城楼上要前滚翻翻下来，然后唰一下落地，我当时觉得她太帅了，然后瞬间被她撩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诗敏。《终极三国》将于6月19号登陆优酷视频。听说有粉丝想要问我问题。好看，谢谢。孙尚香这个角色最讨人喜欢的地方是哪里？你和她像吗？是两个问题。好，我和阿香，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像的，因为阿香是一个文武双全又很聪明、很善良的人。那我觉得我跟他像的地方是，我也是一个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。比如说我和他最像的地方就是勇敢追求爱。对，因为就是我在剧中都是很勇敢的追求刘备嘛。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还是蛮像的。生气时愿意吃吃吃还是买买买？吃什么或是买什么？其实我平常也不太会生气啊，但是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呢，我会去买并买吃。对，因为本身蛮爱吃的啦，就是觉得吃冰然后吃甜的，就是可能会舒压一点那个心情，让自己心情好一点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女生还是不要吃太多冰，因为有一次我就是，对，然后就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cia 夏侯芝。听说有人要问我问题，是不是 ？OK， 看一下。作为新角色，几个词形容一下自己的角色。夏侯芝呢是一个全新的角色，然后几个词形容他，我觉得就是可爱，可爱还是可爱。然后请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他跟张飞啊会有一些很可爱的小互动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支持夏侯芝，然后去看这个角色，爱我，爱他 ，Love you。6月19日，来东汉书院与我一起守候我们的终极三国吧！看剧要记得发微博，在微博与我实时讨论哦。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在6月19号，一定要看优酷视频《终极三国》，拜托拜托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终于在《终极三国》中饰演小乔。《终极三国》于6月19号登陆优酷视频，那在这边要祝《终极三国》能够点击率破亿，几亿呢？10亿，好不好？请大家一定要支持，一定要看首播哦。然后呢，在播出的期间发微博发话题终极三国2017，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签名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cia 夏侯芝。我对你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大家举从优酷会员一起看终极三国，然后在微博底下跟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哦。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夏侯芝，支持夏侯芝跟张飞，爱你们哦，嗯啊。这世界很酷。